合任何一个机种的无芯磨床都经长期的测试，精密度及稳定性特佳，调整容易，适合做多种少量或大量生产的无芯研磨加工。本机台含通过研磨自动送料装置及自动收料装置，适合使用于棒材的通过研磨，可视工件精度需求配置2至6台的连线，做粗磨、中磨、细磨及精磨等加工，并可装置 UB 砂轮或纸砂轮及镜面刀板等特殊附件，做镜面抛光。嵌合设计的无芯磨床摆脱传统的设计，调整轮采用 AC 四幅马达直接传动，没有齿轮及链条传动的噪音以及震动的缺点，并可在适当的范围内在研磨当中任意选择所适合的调整轮转速，以达到最高的研磨效率及最好的表面精度。砂轮及调整轮在研磨中正常损耗下，工件的转速会降低，可随时以人工或程式方式补偿。以人工将工件事先排放于自动送料装置的除料槽上，自动送料装置将工件一只接一只推上输送带上，输送带再将工件一只接一只送入研磨位置进行通过研磨。自动送料装置的推料及输送带可依工件调整所需要的速度，通过研磨工件真值度需控制在30μm 以内，否则研磨过程中会产生跳动，影响品质。为了提高研磨精度及稳定性，建和公司设计适合研磨精密轴心用的大型通过刀架，较大宽面的辐料片固定座，研磨中减少本身的震动，稳定性高，调整容易。自动收料装置及输送带等与工件接触的地方均披覆一层 PU， 以防止工件表面在研磨后输送过程中受损。自动收料装置与刀板及辐料片安装在同一轴上，砂轮在研磨中正常损耗，刀板向砂轮移动时，自动收料装置跟随刀板一起移动，不需个别调整位置。